又继续系波子玩怪异症牛群，咁上一集嚟攞咗好多冇用嘅物品，包括呢个求生刀啦，包括呢个银弹啦、金币咧，同埋装住硫酸嘅樽啊。系啊，我都唔知自己做乜嘢，攞咗咁多废物，辣手就喺度 collection 嚟，而家我哋系收藏品收藏家咁样。呢个唔系休息嘅场合，你完全冇反应嘅，到底发生咩事啊 ？OK， 咦？即使选边一度都会被杀噶嘛，走嘅话就杀咗你。呢间房入唔入得噶？我锁住咗。哦，呢一个系白色卡，哦，我要攞到白色卡先可以走到嘅，即系话。咁上一集我哋又立咗一个绿色，唔系绿色，红色嘅卡。系啦，细绳一层一层咁打结咗，冇办法打开。OK， 我终于知道我军用刀有咩用啦。啊，唔系嚟劈西瓜噶，唔系 Foot Ninja， 系劈门噶，系咩？我明白点解道门会俾啲细绳绑住啦吓，我唔明佢点样绑住噶。不过我入咗去先讲。好啦 ，save 先。我提防有好似上一集咁无啦啦弹得借出嚟吓我。摆放住拘留管理相关嘅资料，遗失物嘅资料，摆住朵花，冇咩需要注意嘅地方噃。啊，亦都系呢棵植物啦。犯罪心理学嘅资料，好靓嘅花，如果唔系呢个情况下就好啦。摆放住一啲未解决嘅事件，未解决嘅事件，怪异事件。哎呀，有咁多呢啲怪异事件，系咪真系咁频密咁发生噶？吓，喂，呢间房我冇嘢攞到噶，乜都冇嘅。Hello， 诶，会唔会咁啊？入嚟做乜嘢啊？我等先，梗有啲方法嘅，有嘢攞嘅系咪呢间房？我再 search 下呢间房先。地毡式搜索，冇地毡啊呢度，算啦。既然系咁，啊，明明攞把刀劈开咗佢噶啦，都冇嘢做嘅呢间房。喂，牢房嘅锁匙串呢？哎，真系、哦，喂，呢度边一忽似牢房啊，大佬 ？OK， 入咗嚟望一望先。啊，有啲紧张啊。呢、这个牢房得张床，系咪监禁张床啊？而家罪犯，你有啲咩罪啊？你快啲讲，你系咪张床太过污糟，冇人瞓你，所以你要俾人监禁喺度？放住一个水桶喎，系咪 Ice Bucket Challenge 嘅水桶？似乎乜都冇喎，窗台收拾得好干净。吓，咁我入嚟做乜嘢啊？哦，我明啊，锁匙串系因为呢度有好多间房，咁啊，即系开埋呢间啦。锁匙串打开咗啦 ，Hello， 诶，你间房冇乜分别嘅，哇，吓，妈的 B， 妈的 C， 哇，靠啊，哇，帮佢卡住咗啦，佢系样衰啊，佢衰在样衰，佢系卡喺度门啫嘛，佢个头系冚住埲墙啊，因为佢系暂时啊，因为非常之渣佬嘅一啲 IT 设计啊嘛，诶，大镬啦，得个花盆先，用花盆搏心嘅就。过嚟啊！诶、欸，喂，今次哼一嘢就冇事咯喎。啊，你只鬼系渣兜咗嘅。哦，即系呢间房用军用刀劈开嘅，呢间房原来入边就因为有个花樽，所以俾你打开佢噶嘛。OK， 入边乜都冇嘅，有啲书籍啦，诶、欸，有啲异臭啊，都唔好打开呢度比较好。吓、啊，咁你入嚟做乜嘢咧？已经唔喺度啦。已经唔喺度啦，有啲乜嘢已经唔喺度咧？吓，我啱啱嗰只嘢已经唔喺度，但系我想打开佢，可唔可以打开佢咧？哎，我发觉嗰条锁匙串已经冇咗啦，我抌只银弹落去得唔得咧？唔可以用喺度嘅。好啦，男厕又未入过啦，男厕又做乜嘢嘅咧？望下男厕先，好似有啲嘢喎。竟然男厕入边会有锁匙加绿色 ，OK？啊，系得嘅。诶，小便兜啊，究竟呢个小便兜做乜嘢咧？我唔系好想调查呢样嘢啊。啊，呢度咧，应该打开佢。一入得嘅，我入边望下个屎坑。我唔系好想调查呢度啊。系啊，系基于我嘅兴趣想调查嗰度先嘅，冇乜相干嘅。咁类似得啦啩？哇，喺、类似有啲恐怖啊。乜、都冇嘅。脸色好大镬啊！从来都冇，因为都冇点样瞓过呢。望下啲屎坑啦，不如我哋，点解冇人嘅咧？
跟住有花香，点解女厕会有花香，但系男厕系冇花香嘅咧？我唔系好明白，系咪呢个男女咩声啊 ？Holy crap！ 点算好啊？唔系，我唔应该出去噶，等先。唔系，点算好啊？诶，我而家控制唔到，佢冇入嚟噶，大镬啦！冇入嚟噶，我好嘢，拱咗佢埋墙。哇，你系聪明啊，你系聪明啊，走，争啲行错路，走，啊，我记得呢间房有两样嘢可以帮助佢嘅，等啊 ，Yes，Come on，Let you taste the chair， 你想等你尝试下，系佢仲追住咗我喎，睇嚟一样嘢系唔够噶，啊。向上面走，向上走，向上走。啊，今次我哋去边咧？去边咧？大镬啦！我哋去边啊？我绿色卡啊，但用唔到绿色卡啦。大镬啦！咁行翻嗰时都会去到骨头路啊！依家房好咗都好多嘢可以掉嘅啫，我已经唔知讲乜嘢。OK， 嗰啲讲马斯咁样讲紧马呢个时候，哇，好多嘢，走。好啦，又去翻我间房。OK。循环不定咁样啊，不停系咁揾嘢坑佢系嘛？今次用三样嘢坑佢，嘥料，非常之难坑。哎哟，真啲有白费，哇！喂，冇，呀！向左走，向右走，不如等佢走去。系，等啊，系啊，吓一次买翻嚟嘅凳系咁用啊，真系啊！大家经常去嗰、那个啊嗰、那个家私嗰度扫货系嘛，因为一节嘅关系咁啊排通宵系嘛，其实我一早系预备咗好多呢啲咁嘅凳嘅，就系为咗嚟帮湿你啲咁嘅臭咩啊！我觉得佢系似个雪糕筒，我觉得佢系一个移动雪糕筒，就叫你紫色雪糕筒先啦吓，紫色雪糕筒几可爱嘅一个名，紫色雪糕筒，即系越睇佢系越似一个雪糕，你睇佢。佢只完全系似一嚿雪糕筒，再揸住三嚿雪糕周围跑咁样。定系手上嗰个系咩嚟嘅咧？我觉得似一支雪糕啊，咁咪揸住一条雪糕追住我咧吓。佢仲未杀到我，佢仲系死得不息咁追住我。我觉得我应该揾一个更加短嘅方法，唔使来回系咁跑嚟跑去。唉，佢终于冇追我啦，唉。跑都跑到攰啊，大佬！好啦，用绿色卡啦，我哋。哇！以免阿波子继续拖剧情咁，我就吓进展得快啲啦吓。咦 ？Holy 妈妈！咦？嗰、那个边个嚟噶？嗰、那个咪我？做咩啊？你笑乜劲啊？嗰两只嘢围住我嘅假身喺度，做咩啊？吓？做咩插我啊？喂，唔好插我！哇，爆开咗！哇！佢插到我爆开咗，喂，大佬啱啱先追完啫喎，紫色雪糕筒你咪又嚟系嘛？喂，俾我唞下气都好啊。两小无差嘅小雪糕筒系咁围住我喺度笑，真系做咩啫？笑到咁上下先嚟怼我，咪其实佢一人怼一下呀？我都唔清楚。我明明呢一怼完之后，佢会变咗做一个嘅，真系合体嚟而家，猛能合啊！你估你系无个性战队啊？过嚟啊！卜爆你！哇，仲想踢我？拜拜！傻呆子嚟嘅啊！咁啊，想踢到我？冇咁易，过嚟啊！过嚟啊！上嚟啊！我哋要跑到好远嘅地方。诶，会唔会红色呢间房都有咧？会唔会有咧？好似系冇啊！Oh no！ 唔系啩？咁大镬，咁我咪应该引佢上嚟先啊 ！Hello， 过嚟一笨。啊，惨啦！啊，救命啦 ！OK 啊 ，No！OK， 跳走得。唔系掉食鬼啊，系掉雪糕筒鬼啊！再掉，卜爆你！好啦，佢消失啦，终于到。好啦，我都唔记得啱啱我去过边个地方添。啊，净系玩追逐战都玩到我傻啊，真系。
好啦，啱啱我记得我入过呢一间绿色卡锁匙嘅房间，系啦，咁无啦，中间有只两只咁嘅雪糕筒啊，围住我度插啦，围住我插 ，OK， 大家冇谂衰嘢，系攞把刀插我，虽然好血腥，好核突。哦，呢个系一个空嘅油槽啊，会唔会可以倒啲硫酸入去咧？唔得噶，睇嚟冇啲乜嘢可以用得上去喎、啊。啲烂铜烂铁，有啲乜嘢可以用得咧？我话知道灭火器一定得嘅，即系当我俾只嘢追嘅时候啦，再俾只嘢追嘅时候，我就应该似乎乜都冇、啊，冇奶油啊呢个地方。我咁辛苦攞只绿色加入嚟，你同我讲乜都冇，真系乜都冇。诶，呢个系咩嚟噶？哦，现金嘅投入口有啲奇怪嘅记号喎、啊，即系我谂个金币系用嚟系买汽水嘅，系咪咧？好啦，终于揾到啦，有部售卖机，跌啲咩出嚟咧？饮品。铜蛋，我妈子啤，好嘢啊！计呢个银蛋，仲发现咗个铜蛋，真系咪当我傻蛋？真系好搞嘢，真系啊！真系，我以为我跌金蛋啦，点知系铜蛋嚟喎，冻咗喎！呢啲咩嚟噶？而家唔系啲休息嘅场合，啲床会用啲乜嘢用咧？小睡嘅床，嗯。嗯，边个瞓嘅咧？系嘛，好似有啲乜嘢喎？桌子嘅锁匙，啊，桌子嘅锁匙，嗯，边度可以用到条锁匙咧？出去望下先。好啦，而家有一条桌子嘅锁匙，但系呢个桌子嘅锁匙用喺边度系一个好问题。嗱，绿色嘅，即系用得啦，即系入得啦。You are free to go， 打开咗，望下先。呢个图书馆嚟嘅又系，摆住好多档案夹。哇，好惊人嘅书啊！你哋真系管理住呢啲书噶？系咯，咁鬼多书，咪傻啦！哇，死啦 ，mother b，mother c， 哇，真系大佬，我睇睇下书都突然间带入嚟，真系我都估到噶。你哋班有穿墙咧，真系，你哋有问题嘅，入嚟咧，我俾张。俾个茶你饮下，过嚟啊，哈哈，饮啦，我搞错啊，我都明白嘅，呢咁细杯嘅嘢应该怼佢唔死噶啦，我就上去第二层都望下，我觉得应该仲有唔少嘅武器可以用噶，不过搵唔到 ，oh no， 大镬啦大哥，大镬啦，走啊，争啲吓死我，哎哟。小心为上，小心为上，安全为上啊！系啊，开始觉得只 game 咧，啲毒战越嚟越恐怖啊！真系。当然睇下有啲家私系特别好味嘅啦，咁啊请佢食下啦。例如呢啲啊台台凳凳电视机咁啦，佢一定要试下啦，一定好好味嘅。我就好似俾部计数机你试下啦，嗰个唔系计数机嚟噶，定系电脑啊？我点解分唔清楚啦？总之上面有三样嘢可以俾佢试下噶。啊呢度都有喎，有个电脑啊，俾你啊，嗱送俾你食啦你。佢仲系未死嘅，即系搏三嘢，冇错啦，搏三嘢定论，搏三嘢即死定论。Come on， 仲唔死？哈，死啦啩，终于死啦佢。好，三次 KO， 他，我落翻去头先嗰个图书馆先，嗰、那个资料摆住资料嘅地方，我相信呢个地方有啲。惊世嘅秘密啊！咁多种地方都可能会攻击过嚟噶噃。呢个地方乱咗，会唔会可以攞嘢咧？诶，地下监视室桌子嘅后边隐藏通道。哦，即系你喺呢个地下监视室呢个张台嘅后边有一个隐藏嘅通道。我怀疑系咁啦。好啦，我已经发现咗呢个秘密啦，净系睇都觉得头痛啦。咁又系嘅。就冇啊，再望下啦，系咪？喂，突然间望下又弹出嚟，我唔信啊！二连弹，地下监视室一张台嘅后边有隐藏嘅通道。地下监视室张台嘅后边，我哋揾下地下监视室会喺边度先？张台嘅后边系咪呢度啊？乜都冇。呢个应该唔系一个地下监视室嚟噶，呢个似系一个睡厅嚟噶啫。唔通系呢度乜都冇噃？诶、欸，锁住咗，
咁啊，呢一个咧系啦，锁匙开得啦。有啲咩入边咧？好似有啲咩喎？啊，揾到蓝色卡啦！你大镬啦！你呢雪糕筒啊，你雪糕筒唔系我嘅对手啦。而家我有蓝色卡咧，就唔大镬。你今次做唔大镬？呢个医疗室应该地下监视室。嗯，呢个系货仓。可能而家我只需要揾一个蓝色卡，蓝色卡嘅门。呢边系咪地下？呢度会唔会地下监视室咧？呢张台啊，呢度？有个窿，睇嚟系呢度啦。OK， 我揾到个地道啊，入入去好咧，定系喺嗰个蓝色卡嗰度揾埋其他嘅？揾埋其他嘢帮手先啦，诶，先啦，揾到个窿入咗去先啦，都系好 ，Let's go， 我入去呢个秘道，咦，咩嚟噶呢个？呢个咩嚟噶？感觉好唔舒服喎、啊，系咯，我心谂呢个咩嚟噶？用啲咩啊？可唔可以用啲银弹俾你？唔得喎，哎，硫酸樽，哎，掂，唔系生物嚟噶嘛？哎，我点知啊？呢啲咧有三个窿喎、啊，哦，刻住金色文章，哦 ，OK， 我明啦。真系啊，真系金银铜蛋，我真系，真系俾你吹胀啊！真系玩到真系，我明啦。咁而家咧，应该去呢个蓝色卡嘅门咧，就可以揾到嗰只金蛋啦。一定冇估错啊！我今次唔会怀疑我冇估错啊，一定冇估错。除非我估错。好啦，行咗咁耐，终于揾到呢个蓝色锁匙嘅入口啦。好，我插。插你入口，我入嚟啦！我睇啦，哎，我见到金蛋啦，呢个咩嚟噶？唔使讲啦，系嘛？金蛋啦，仲望茶壶啊，打机嗰、那个，呢个暖风机好似仲可以用喎、啊，咁咪攞系嘛？我呢间房咧，随时有弹出嚟啊！你有冇批死你啊？有种你就弹出嚟，肯定系弹出嚟咧 ！Come on， man！ 啊冇喎，佢今次又唔弹出嚟喎，好嘢！咁我呢个时候就可以落翻去嗰个监视室嗰度，然后摆翻嗰三只蛋啊！问题系我点样行过嚟嘅咧？我开始又迷路了，大家俾啲时间我。好啦，到啦，我哋到翻呢个地下监视室嘅呢一个小房间啦，亦都揾到个三只蛋。呢个时候我哋就可以依住嗰个次序摆翻只金蛋啦。呢个咩嚟噶？银蛋啦，同埋嗰粒铜蛋噶，铜蛋。好啦，搞掂。哇，四个四声趁只嘢未出嚟嘅时候，好似啲乜嘢喎 ？OK， 揾到啦，系锁匙，白色卡锁匙。掂啦，今次做咩啊？咩有咩声？哇哇，只嘢后面出嚟噶，唔系啩 ？Are you kidding me？ 哇，扭啊，只嘢又快咗。Mastercard Magicard Let's go Come on man 是啊来到最后的关头重要关头当然要热血一点啦过来啦直冲啦 Come on bitch Come on bitch 过来啦我紧会有东西特别的武器对付你啊过来啦总之拿个电话一定答瓜你啊走诶喂不是吧喂那个电话会不会重得滞啊一次过卜湿了你哇一次过就一睡不起会不会这样啊太过儿戏了我觉得不紧要我哋已经有呢个白色嘅锁匙啦，我哋可以出去啦。We can go to the outside. We will rock you. 唱翻首歌先 ，rock you. Yeah， 我出翻去啦，我哋。哎，听到雀仔嘅声音啦，系鸟语花香嘅。哎，我醒翻。哎。我准备企喺张梳化度啊，但系我瞓咗咧，我都唔系好知道。阿江话：哟，工作得咁夜，辛苦晒啦。系你啊？调查嘅时候咧，我顺便入边嚟点一盏，咁啊拎去啦，呢遗留品嚟嘅。哦，真系辛苦晒你。阿美琴妹妹嘅情况系点样啊？佢？
就好似你见到咁样，佢瞓得好冧。虽然而家目前为止都瞓得好唔安稳嘅，不过姑且系暂时休战嘅状态啦。咁就太好啦！你嗰边呢？你嗰边有啲咩进展啊？大概进展到七成啦，同阿长太讲嘅一样。睇嚟今次真系应该同怪异扯上关系嘅。哦，咁不如你讲我听下。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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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喂，等做咩啊？美琴妹妹个样好奇怪喎。系啊，我个样好奇怪。我仲未醒啊，即系话。哦。No， 我仲瞓紧啊，仲沉睡紧啊。哦，我仲喺架车度啊。咦？我应该喺警察署入边噶，我翻咗嚟嘅。Oh my goodness！ 讲真，我啲恐怖，真系啲惊，唔系讲笑。而家喺呢个火车入边，咁但系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冇错啦。咁如果大家想睇波子玩怪异症候群嘅话，记得 like subscribe， 我哋 watch 下一集啦。Stay tuned。有吉屎嘅大家，嚟啦，一齐玩落去啦！下集见，拜拜。啊、不过佢都系同我同一个速度啫，系嘛？都应该唔系好恐怖啫，顶、得顺嘅。哇，好多肉酱意粉，唔系争咁啲意粉，我得肉酱和意粉。喂喂啊，你而家望住咩？哇，骨头佬，大镬啦！啊，冇、哎，哇，诶、佢自己怼出个窗口度，走得好。我哋嘅美琴 B B， 而一嘢踢走咗个雪糕桶啊！